等了半天都还没抢呢，感觉没什么效果呀。哎，下一个这个位置啊，好像B B Q 闪吗？啊！我睡觉了，打完这把比赛叫我醒。我先睡，等一下我要抽血晶，我先睡觉兄弟们。晚安，我不看了。我真的不想看了，啊，真的不是，哎，这个真的是。 哎，这波 我说 Q 闪是 Q 闪，当时 肯定能杀的呀，这个位置，他 Q 闪拉回来加二横接，啊！爆发的话，左边是 拼 不过右边下路的，嗯、啊，完了呀，操作变形了呀，兄弟，彪彪昏大头了呀，有点。 他已经在警，没有操作便携，他在警告你，打野，真别来打野，你来，你看看，你来，老子就这个操作，你来不来？老子就玩这样，你来一个试试。感觉 biu 道心破碎了，我操，裂开了，哎呦，热死！完了，他摇头了，感觉到腰红了。他的皮肤杀完人还得音效的，哇哦！ 秦绿也能一直给卢锡安加 buff，biu biu 要干嘛？biu biu 要干嘛？把娜美的泡泡扭掉的话，正面大家经济都差不多的时候 ，WBG 就是没那么好打。上路想动手吗？看 Q 3，看一下盲僧的 Q 命中了，但也没有后续了。啊，这波 biu biu 会不会以为自己带的还是疾跑啊？也不可能吧，最近闪现奎桑体也没那么多。嗯，有点紧张了。 能理解，但是这一波确实是一波还不错的机会，因为当时凯南的闪大招还没好，但是这波闪现直接大垫了个满的，这单杀了，这伏笔回收的也太快了。